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第22届农心辛辣面杯传奇对抗赛，今天呢是中日之间的对决，有两盘棋呢，分别是长浩对阵伊田纪基，还有一盘是聂伟平对阵小林光一，今天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我们国家围棋队的总教练于斌九段。于老师你好。邱丹云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已经是倒数第二轮了，这个比赛等于说是就是每位棋手呢，他要下四盘棋，就是对阵韩国和日本的，两位棋手，反正其他两个队他都得对过啊，双循环嘛，就是是的，是的，那么我们中国队之前呢是一胜一败，对，前面是一胜一败，是输给了草里石图，然后赢了日本的小林光一和伊田纪基啊，今天是。就调换一下对手哈，那么今天这盘棋呢是聂老师是执黑，对阵小林光一，他们这个黑白其实事先都已经抽好的是吧？如果双循环的应该是这样。是这样子的啊，这我们看到是聂老师，每个人都一黑一白嘛，应该这样子。聂老师的下棋的画面，对。刚才小林光一下棋画面有了，有了，这是小林光一，他戴了口罩呢。对对对，他们两位都是这个比赛看不出来形式，能看出来那看脸色，不看棋先看看脸色。不过好像跟聂老师没戴口罩是吧？对，是的。小林光一戴了口罩下。边上没人，我觉得不戴口罩也可以啊，应该。这时间长了，戴口罩戴久了，会不会觉得有点影响思考？那长浩，这是长浩，今天对阵伊田纪基。长浩也，你看也没戴口罩。对。他这个棋是每方一小时的棋。对对。每方要跟农心杯一样，就是正式的比赛一样。是是是。所以你要是在那伊田纪基也没戴口罩，看来就是小林光一他自己要求戴的。要两个多小时啊，一般来说。对啊。每方一小时嘛。对。然后一次啊，注意这只有一次一分钟读秒。这完全是考验棋，考验棋手的。因为我这个那个伊田纪基跟我差不多大啊。他是66年出生的。比我大一岁，已经满头白发了。对，其实并不大。我也好久没看到他本人了。哎呦，真是这有时候感慨岁月啊。这个比赛年龄最大的就是小林光一和聂伟平老师，他们两位都是52年出生，都快70岁了。好，我们来看棋吧。好的。这盘是小林光一执黑，你看这，一次我看是贴六目半的，对，这是就是用的是韩国规则或日本规则吧，就这么说。双方都下了个二连星，然后黑棋挂角。看来他们都不太喜欢点三三的。不太喜欢，但也我看的棋也有很多，比如说挂了不马上应，这些也是 AI 有点也有一点 AI 的也受点影响。因为 AI 的理论是双飞燕没那么了不起。对。所以你挂角硬不硬那看心情的。他现在就没硬嘛。是的。这地方你要是双飞燕就让你双飞燕也没关系。原来我们是定是你挂一下一般来说小飞就第一本了。当然他说小飞也不坏，但是他的意思是不是唯一的。不理也没关系。是的。靠压。这个是别看这个定式还跟人类那时候基本是一样的，对，定式是一样，但就是好坏判断略有点区别，没错，原来呢也是定式，就觉得呢白棋有时候没办法了，被人家抢到双飞燕了，那我就下这个定式，现在呢认为下成这样也没什么了不起，对，白棋也不怕。他是搬脚的。这地方倒是要说一下。对。原来啊还有一个定式是袜的。当袜是吧袜、这个好像已经见不着了现在。这个是应该这俩定式原来是半斤八两。就经常都能见到。大家可以我把这个定式还可能回忆一下。打完以后拐掉或不拐也有。就拐掉一家。
应该说这个定式也很常见。现在呢，两个定式原这两个定式之间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只有那个定式，这个定式就很少见了。对对对，是的。也就是说 AI 判断就是同样是定式，判断这个呢，认为白的稍微差一点。原来我们都说喜好，一说老实话，那时候我也比较喜欢这个黑棋的定式。对啊，我也觉得黑棋不错，因为将来这个子跑出来的话。我很怀疑这块棋是什么，真的不太喜欢。他以前只是说不太喜欢，但是定式的概率差不多。现在呢，基本上，我觉得两位大佬啊，聂老师和小林光一吧，他们虽然说不点三三或者对 AI 老棋手嘛了，但是呢，对还是能看到点影子。比如说一开始让人家双飞眼，第二个没有袜，也有一些 AI 的一些。那于老师，这个时候白棋能不能选择断这个？首先得真子有利啊，对，现在好像是真子有利，因为它有一个卦。真子有利，这就是喜好。真子有利是有的。他比如说这样，然后打吃。打吃吐过提。黑棋白。这可以选择。我觉得也是一种下法吧。这是个定式，是个定式。对，是的。就看爱好，但问题是他们俩。特别是小林光一特别财迷，聂老师虽然没那么财迷嘛，那也不能让人家财迷嘛，他就不太想让他下成这样，是吧？主要是，所以他这个定式实际上那个势力和实地的那个就很明显了，不是平衡型了，是的，就白棋取势，让黑棋取地，是吧？接上，捐一个。跳，这也都是 AI 基本上的一个定式。这个下来，现在紧接着这个加和这个加，一人一步。黑棋是小飞的，这棋也差也差不多。一般要不就虎一个，虎这个是吧？要不就大飞一个。这个小飞就是以后有一加。对，有一加只能接上，大概是这样。小飞也是差不多吧，小飞。黑白棋肯定是加了。白棋加这个。你这俩加一个，如果黑棋选这边的话。对。那么白棋肯定要加这个或加这个。是的。这简单点，大家就可以按照这个理论去走了。黑棋呢有差二的。差二呢白棋一般是先点一下。然后呢再加。不管贴哪个呢，他不愿意在这跟着你走，是在压那个。点是做准备工作，基本上。就下成这样。这下成这样。那如果黑棋尖呢，白棋这个跳是最正常的，因为我反正两边有的加，我先自己加后一个，然后你选一个我再加你。对。那黑棋 AI 有时候他还有选猜一的。小跳一下。小跳一下，对。也有，反正基本上就这些变化。所以。走到这儿都差不多是，的堂堂正正的布局，小飞，然后加这个，黑棋靠穿，靠这个，是，他不怕扳断吧？扳断他就得断一个，反正基本能打出来，正常这种，正常正常，一般第一感是把这个并掉，我不是，或者保留变化，这直接搬还是有这个断，这边有打出来。对，是的。所以很想说，反正这整形来说，并掉也是一个下法。并的话，黑棋只能吼，我觉得。就吼这个。因为你顶着这一下没有意义嘛，你顶着。是啊。顶着你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还得补嘛。那你也索性吼一个算了，这个应该是白棋的权利。我看黑棋像五子棋。待会再尖一个是不是就五个了，而且他很有可能尖这个。那尖一个让白棋连一个。白棋实在是没有病。他是单拆的一个在这儿。这个是抢大场嘛，也没话可说。是。就关键是黑棋可能靠完这个我。总觉得被他整形了是吧，这样靠一下。靠一下气不过的话就不走了。就双飞燕啊什么的。干脆就脱线了。如果这个硬，我总觉得稍微亏了一点点。就没刚才没并着这个下。我觉得并着好一点。实战。实战他是靠的，然后他就立了。就硬了一个。他关系也许关系也不大。
昨天我们是看到那个是昨天吧，是伊田希姬他战胜了李昌镐九段哈、我觉得是不是伊田是不是对付李昌镐特别有一套感觉，当年就是说他就是相对来说他因为那个李昌镐那时候厉害的时候谁都没办法，对伊田希姬曾经有个三连胜那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但真他们俩之间的胜率我也没统计过，应该还是伊田还是李昌镐赢的多一点是但是按照这个大家的水平来说，对对对对，比如说跟他水平差不多别的人跟伊田希姬差不多的但是对李昌镐可能就没有过那个，就是没赢过。同样的印象，还当年还有周鹤阳周鹤阳也曾经中间有一段对李昌镐成绩不错，三连胜什么之类的那还真是挺意外的。然后上一届这个传奇对抗赛是就聂老师是赢了两目半赢了小林光一不知道今天这个聂老师上来下的时候是不是感觉特别有自信小林光一和聂老师其实应该说都传奇的呀，就在线啊，因为对两中国围棋来说有非常关键的一盘，对，就是聂老师跟小林光一就是那个第一届擂台赛第一届擂台赛的时候小林光一那个时候几乎是不可战胜，他前面已经六连胜了，第一届是我想想是八几年84、85年84、85年可能84年开始，那盘棋是85年年初下还是84年年底下我已经搞不清楚了这是够遥远的30多年了对，他那个那盘呢是等于是聂老师是最后一个人了，中国队都全部已经牺牲了然后呢韩国日本呢还有三个就是有小林光一、加藤正夫和藤泽秀行这三个客观的说，我们心里是有时候就是小林光一就不好办你加藤和秀行吧是很厉害也不叫能赢但是还有怎么还有点盼头所以那个那一盘是改变命运的而且那盘棋呢特别传奇，什么地方呢，中间有一段已经绝望了绝望了，对不？大家可以听了我这个，好好把那盘棋摆出来看一眼。绝望了以后呢，聂老师长考了一个小时，他已经看到自己图肯定不行了。只有最后他下定决心，只有赌小林光一没有看见，就拼一下。然后呢，在这一个小时里面，我就是确实不好理解啊。那我要赌，人家没看见。那我一定是快点下，那你没看吗？我好点。他就下得慢一点。他下了一个小时。然后这时候小林光一呢就是这时候心态啊以为你真。肯定不行了。那不行也不用验算了。这一个小时他也不在脑子在想那什么东西。最后真的来招的时候小林光一真的赢出了。真没看见。然后就改变了应该说是命运。如果说第一届没有也没有现在的传奇或者怎么样。也没有后面赢加藤正夫藤泽秀行。那真是确实是改变了很多很多。所以这盘棋我们看这个就是说其实看着这盘棋其实心里可以大家想一想当年的一些故事对确实黑棋硬了一个在这上对这硬也是像我现在看了 AI 多了以后我对这个硬就表示怀疑他经常就对这种方面要 AI 说有可能就从这打路或从这压或者先虎等你这双飞也他不怕反正他不是硬的是吧这个没有可能缓了要先等你看你双飞也没那么厉害我要先看你的招甚至先打入这个这样不见得要小飞这个这都是我们原来就是说原来就是必然一选没什么好看的现在这些都要有一些疑问但小飞也不会说是大坏棋然后加直接就加上去这棋感觉是应该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挡本来正常是应该在这儿的拐住这样然后拐住这个字跟这就这两个字区别嘛这个字我觉得是应该在这里的这如果提完以后毕竟人家提了一个眼位各方面都不太对这就自己选的而且就算白棋脱先的话也是这个字硬一点他接上的话白棋就是要拐在这儿我在想白棋会不会从那儿走一个之类的比如说你就脱先这样会不会那不会这就是比这个你这就是你脱先的话这两个位置也是这个硬啊对外面是乱头所以他这为什么挡对不太明白不太明白这件事情那白棋肯定打一个这要愉快黑棋脱先了我之前看小林光一的对局也是就觉得他对于局面的理解好像跟原来还是有些不同了这个被提了一下这是提不提也没关系了对提一下也没关系
这虽然是我们觉得他好像下的不是很完美，可能，但是其实局面还是差不多的。那他差到现在为止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小飞，小飞也是，也可以说是 AI 经常强调是跳的。这真的是有一点，我这也可以当做喜好不同。你真的小飞在问他 AI， 他也减不了你几分。但他推荐都经常会推荐在上面。但是跳在上面的，就是说对这两个子的压力要比小飞要强得多，但是脚上或者边上就有二路漏啊之类的，手段会多一些。这里面也涉及到后续手段的一些，是的，是的，一些好坏的判断。对，原来我给老学生上课的时候，对这个跳的分析啊，就有一套理论，但是现在看来不一定对，这样的。那原来我们对棋都是应该说是有一套很完整的理论。我们这小飞也不坏，是，只是现在选择更少一点。这个虎是好点，他这个硬要当心，这一硬吧就被人家尖。这如果说不硬的话，他是怕人家不硬有打路啊。哦，是有打路，不是怕，就是有打路啊，就直接扳打接就行了。对，就这样就可以。这是有打路，这个还是挺严厉的。对，打路挺严厉的。嗯，但是跳这个呢，就只要这个情况可以大家记一下，只要这种地方有子，反正一尖就好难受。不，原来你藏起来是六二拆三嘛，现在你现在一藏就六二就拆一了嘛，两边都是一个拆一。这种正常就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被他开一下以后，正常接一个，立一个，就只能立一个了。你不能再藏在上面，如果再藏在上面呢，这步棋六二拆一就稍微差一些。所以反过来说，就这步棋要尽量，就被他一问，你只好硬一个，有点痛苦。对，我估计 AI 推荐都是先进角，拖了连扳是吧？因为拖连扳还带着黑棋，你没功夫打入。没错，这如果说处理好了，你打入实在不行，我就跑出去不就完了？这种比较积极想法。当然，虎一个就烦人家尖，你要不烦了也没关系。人家肯定是要一尖，这估计这个理论跟我们过去是一样的。对，任何时候这边有子就尖一下。没错，没错。这个白棋扳粘了。白棋扳粘那肯定是利好。单利好是吧？这样。扳粘只有。很少有扳粘比利好的可能性，因为扳这个我们以前老师有时候说挡被人家扳粘，当然是挡肯定比这虎好，但有时候说这个也差不多有。但是你这个挤这个问题是有点那个问题的。最关键，这个夹完以后啊，这个脚暂时没起。暂时没起，黑棋要补也可以补到外面，补到外面就已经全搞定了，而且他暂时可以不补，就这个情况的死活要放心，立下来。飞，冲，这个局部是做不活的，对，近死。如果是只能是靠接的话有一点这个点这样，点了一拐，它是局部是不活，但是有可能会对。这黑棋只要防住这个断就没问题，但是目前来说也不怕，你气也不够，是的。而黑棋以后补到外面也比这个子效率高。原来比如说你单立，你其实是能跳进来的。现在你要清消他的眼位，就必须点了夹。但是你不见得成立嘛。所以扳粘的话，如果是马上扳完，我认为是先脱先的。如果是扳了马上粘的话，应该是立一个。扳完，所以他是扳粘的，就是他马上就扳粘吗？于老师的意思是立下来之后，我是要跳进去的，将来那肯定是立好了，肯定是跳进去的。你就等于说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拐了一下，好像觉得这拐一个总是比跳一个差很多了。不是，你脚已经守住了。对，是的。他扳了应该是不粘的。扳他实在是飞了这个。扳了他没粘是吧？原来不会粘，扳了他单飞。过了一天为什么粘我？我还是不理解，这不应该。我以为他扳了就粘上，忽然回头想想，还是觉得粘上很大，然后又粘上了。那也不知道，当时聂老师怎么想？但白棋是聂老师，可能聂老师觉得你尖顶我就立下去，跟着你硬太没面子了，或者是他扳当时想扳一下，他想扳一下脱先了，然后他扳一下他是有好处，脱先的时候不怕黑棋扳这个，对，要不然人家一手就到这儿了。到这你交换不到打跟提交换，没错，但你就只能退了嘛，就打交换不到这一下，所以扳一下一般都是着急弄一下先手就算了，对，就走别的去了，该走就。
可以。黑棋尖一个。黑棋尖是属于进攻型下吧？对。但是这个还是有点小，因为不走呢，白棋可以盯了过。对。进攻呢，这个尖是后手，后手外面能攻成什么样？毕竟价值小。嗯。这五尖我其实我也是反对的，要走还是堂堂正正走在外面算了。比如说你尖这个。嗯。白棋就算怕你冲，冲到他局部是活棋。哦。他比如说，我觉得就算走到外面。嗯，压一个。哎，搬了虎到外面，这个棋形状，或者，差一个，然后就虎一个是吧？嗯，你就这样也比、这手价值有点难以掌控。嗯，就是价值不大，也不，但是黑白棋不会盯着走那个。不会，白棋不会去用丁拖过，应该是以后的观止问题了。当然，小林观一可能是比较看重这个冲断。嗯，那如果这个局面下黑棋不下这个尖的话，嗯，打八环也不是很大。那走大长，那这还可以虎这个。哦，虎在上面。嗯，虎在这也是一个办法。虎在上面挺好的。你接上就顶了搬过来。对，那也挺大的，这样。顶了搬过来。哎，这样，总之走到外面安全，这也是走到外面的一招。我是举的例子，就是走到外面安全，走到这个呢，就也很大，但是缺点呢，就是你后面都有力量对白棋，你走了一个小的，你一定要对他的子力进行惩罚。就是如果这时候他走了个小的，白棋还有一种办法防守呢，就是我把子力走到外面，但是你又惩罚不了，我比你那个尖价值大，这个是白棋的一个另外一个防守的方法，他。都抛不开力量，也就是尖完以后就要算这个冲断的力量。他就对，是的。语言就摆了，我这有冲断啊。嗯嗯，来看白棋。于老师刚才推荐的这个图还挺好的，嗯、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是如果说白棋他肯花一手拖过的话，那不可能的。所以白棋花一手拖过，那既然他现在不会拖过的话，那这个尖也不是太着急了。应该要走，反正这个意思要我下黑棋，你先走外面，到最后的时候再尖。对啊，我就你要肯拖过就算了。他如果说走在外面能逼他连回去，那是最好的。那这个只是个愿望，当然。走这一步还是投资有点大，走一小关子，但是瞄着你的冲断，就这一句话。这个实在白棋是接上，沾上了。嗯，接上以后呢，说老实话，这一下拐我是实在是有点，这个不搬单立就好了。黑棋，然后黑棋拐，他还是要瞄那个冲断。对呀、啊，希望你单关补一个。啊、他这去补可以补到这儿的，挤在这里是吧？哦，单挤。嗯，挤在这儿的话，黑棋只有打这个，挖打是吧？好、嗯，这个，然后那只有粘上。你还得补啊？我走这儿好像不太对。嗯、然后我就接上。接上啊，可以这么补，这样补嘛？对，眼好一点，好像便宜比你打一下。对，这个你这两下我不能，但是你这一打，这眼位什么都不对了。没错，嗯，但白棋可以这样补。白棋力量大一点嘛，还是补在外面也是一招。嗯，就是在外面下嘛，压了一个，嗯，还是往外走。聂老师他显然是不想补，看起来。但这个想法也，他就补在外面。对，这个我每招都走堂堂正正走到外面嘛，这手挺大了，不然有断了这。嗯，你要不冲断的话，你等于你还是你这手棋和我这手棋交换。嗯。那觉得好像黑棋也没黑棋受不了，黑棋肯定要冲断，不冲断的话肯定没便宜。不冲断的话，他这手棋不知道在干嘛，意思是？嗯，哎，小关子啊，收了个关子，然后这关子价值还不大。嗯，啊，他先走了个什么？他虎了一个，然后黑棋小飞了一个，这想起这个小飞，那就是现在想起来小飞，小飞是老棋手的最爱，得挂一下有点小飞。这里面还是一个心理，我对我计算来说，他也没动手。嗯、这时候如果不问，永远是就现在如果直接冲断有没有不知道？他就这样冲断啊。他冲断很危险，因为毕竟子下在里面断，黑棋可以虎。虎在这儿。这里面你花两手做活都不便宜。嗯。你只有把家就怎么飞这个怎么封进去，然后逼黑棋收气，吃和不吃，这要计算。就是假如黑棋打出来，白棋获得这两个先手，有没有封住这个可能性？也这里面如果晚了动手，
黑棋要是能补在外面，这白棋还是损失挺大的。这棋啊，于老师，或者以后永远不要。就这个，正好问您一下，正好讲到这儿了。他加，然后立下去，然后他，您刚才不是摆的他是冲断吗？冲断的时候，我就在想，黑棋现在能不能先试他一下，扳他一下？他现在会不会接上？他如果弯里面气就差很多了。那我就可以考虑跳出来。你直接冲了家就没几气。直接冲了家是吧？那也没关系。就没几气，但没几气他也可能弃子啊。他这就是就利用这下，也比那什么有面子。但黑棋肯定希望是走到外面，让你花两手活，或者黑白肯定是不行的。没错，这活角并没有带太大，这个虎一个本身就有很大价值，这边可以搜刮。就走到你，如果你只是顶的话，黑棋就这样跳出去，这个是肯定是白的不行，就所以。这里面是个病，如果一点招也没有就永远这样的话，这个脚就守住了，我觉得这一下拐的损失太大。如果说白棋他当然是到后面的非常手段，比如这一带有子的话，他飞完冲完实在不行可以一路搬搬了虎啊，但他接上啊，你有气质也有问题，他就算接上，你长他长外面搬住你就全收住了。你还那样的话你还气不过，长你只能加这个被从这边收住。那反正有个棋子的话那脚上总是还有味道的。那你这搬了长你还有四气，你不冲了家他不只有三气了吗？对，说是。咱们接着看这飞压一个黑棋，黑白棋压，这个压肯定是希望你退这个。这个是痛苦，因为白棋是活棋，它本身可以靠是不是走到这边的。这手长是不一定要下，你也许是从形来说你是希望走成，比如搬到这种地方。不然所以他现在你又没来的时候他要压你一下。这个黑棋我觉得要想办法找个机会在这种地方靠一靠。所以刚才我觉得他没接之前你虎这个还是很大。虎这个直接走过以后再压你就压不着了。对，是的，再压黑棋根本就不用硬他了嘛。这无关紧要的地方。黑棋我不知道能不能不要跟着他走压这个。这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被这一压，白棋黑棋长肯定是，就心里先想着长，你肯定是有点误伤。我觉得这黑棋下的不是地方。这个长你他往这儿下，所以聂老师压一个肯定是，反正你不压我要扳住你。你看着办吧。你剩下的你看着办吧。你要不上这种歪招咱们再说，上这种招咱们再议。这黑棋肯定是不愿意走，对，他不愿意跟着他下，他没有价值的地方。白棋下在外面，他下在里面。冲断。冲断是列，这个是得出招啊，不过这下面被搬一下。对。这个提提不着，现在要提嘛，要既然拐了，你要这被打着这不拐白拐了。是啊，这提这个是吧，提这个的话。这去哪儿找个鸡这应该这样的提吧。不会吧。第一个被顶住了。感觉也不太对。对，黑棋应该提劫吧，提劫。就有劫先提呗。实战他咋下了，他是挡住的，挡住，等他打的时候再提。对，应该是这个意思。不然这个只为了这个只发挥作用。应该是这样。那打的时候再提吧，他可能这挡住了，不打了，不敢打了。打了第一个劫，刚才第一个劫不好找。是的。过一个。我是补，为了补这个段。对，要不然就有个急打。换这个，这棋先手损失很大。是啊，这棋应该这么说，走了这个呢，就说白棋，黑棋获得了先手，但是白棋一下得了三个地方利益。比如说原来正常我接上啊，你要是这虎就是有差不多一手钱，有飞，等于白棋又不但走了这个，又走了这颗子，而且这个地方呢你还下来这儿，比如把这里冲了，这地方目数眼位都不一样。就是黑白棋呢比补一手又白多一个子，你这地方又少个眼，而且我这里边还多个目，黑棋所有的一切就黑棋一下子获得了个先手。那他还不如这么补一个呢，这补就更是啊，正常就是应该补一个。那就这叫我们这个围棋啊，有些话不好，我们我刚才分析他们有些俗语这个叫本手。本手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看得慢，但是呢各子的效率都是正常的。就我刚才举例说我接一个。对啊，我就补一个呗。我获得了眼位。我这外面我可以继续点。待会要点就点呗。还可以点。你这地方补其实是有价值的。这个呢我们就叫做急先手。急先手一般什么时候用呢，就是人家的子的效率高于手棋了，正常。但是呢你肯定是获得先手呢要干掉人家。
哎，获得一个大的利益。这盘应该符合这个要求，因为他断完以后肯定，他要把这个吃了。在你打靶打这个结之前，我把这个打靶把你杀掉。涉及到生死的，所以他有可能是用一个极限手。断一下，虽然断一下确实是很损的，看起来。正常，如果没有死活的问题，建议大家不能乱断，断一个损失惨重。就是本手比较好。是的，是的。断一下，看懂了吧？这个从这冲的时候，它可以打吃，对对，它这样打吃的，要不然本来你断不断的话，人家把你冲断了都。你再断，人家接住了。吃。才抢一个极限手，又获得了这个打靶，打靶他这个是有白棋的权利了，冲一下。他是先做眼的。先搬的。这搬是权利，搬一下。搬这个，接上。然后估计。先做眼啊，他是先做眼啊，先做眼关系不大，因为现在黑棋再接回来也没啥用了，已经断过了。这个做眼有一定的危险。那个白棋这个做眼啊，我刚才也是看了那个 AI 的那个胜率判断以后，我总结出这五棋是个问题手，他应该这样打提，黑棋接上。白棋这时候要，这个时候这步棋是适应手，最关键的一步棋。这个是一个就是很不容易想到的地方，不会觉得往这狗一个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大家就说清楚适应手啊，适应手就是说黑棋其实有两种。两种，就不是粘这儿就粘这儿，要不你就粘，反正你也粘一个，反正你也粘一个。你如果补这步，这个地方成为攻气，对，这地方成为攻气以后，白棋就不应该做这一眼，白棋应该立，然后再点，然后挡这个。你扑提，你再扑，那么你这个攻气，这个攻气，这个攻气，这个气，这个气都得你收，然后我再摆外面，一二三四五六口气，你六口气，这样有只六口气，不管谁气长，这个你们气一气有可能就是一手棋啊，对对对，这个时候差几气差不起，这个原来这和原来这可是要差两气啊，相当于你这个自填了一气。这个如果说这两个字被提掉的话，我觉得赤脚一点也不便宜。所以他这个时候问你呢，假设说你这时候接到这儿，收到他攻气上，那么白棋这个时候呢就做眼，这很重要。你再找他再扳住，这地方你这收到攻气上，那么如果这时候在这儿，那么黑棋打赢这个劫，这个气是不用收的。对，他就收了这个气好。这里面就是先后刺激对杀的时候，要先苟一下，先考验他，然后呢再决定我这是做眼还是立，还是立这个是他的一个结果。他没有问呢，直接做眼呢，黑棋实际上是这时候是可以杀的。对，以后你再活，我接在这我扑了打劫就杀你，很有技术含量，就是气就长得多了。但是很意外的是，黑棋没有杀他，他是长了一个，长了一个，那他不杀他了，突然杀一半。这地方是判断问题，其实杀掉收不了几期了，对，因为这猴可以走了账，那应该杀。这个杀了，反正 AI 的判断是黑棋好，不杀就是白棋好。对，应该说这个好像差四十多个百分点，差很多，差很多。就因为你没有问这一下，如果白棋先问这个是白棋好，白棋来决定这是利还是利，你也不敢杀。现在呢没问呢，黑棋其实可以杀的，结果黑棋没杀又回到原来那样。他长了一点。也就是白棋其实跟那个问不问差不多，稍微差一点，现在问不着了。现在问他不理你了。你吃这一个子无所谓了，你反正就是活的。我以后保留搬这个。没错。那么没找到这个呢，这块棋万一以后死了，他们这下走不到，对，唯一这个区别。那总之呢，总体来说呢，如果黑棋没敢杀这个的话，还是白棋好。对，因为黑棋毕竟在这，这叫肉痛啊。没错，这断了一下，真猴到就已经活了。自己的眼位也没有了。原来你想，你这有个眼，这个长出来这块棋已经活起啊。对，然后。白棋这一比一手走的还好，如果都虎到这个的话，都已经火了。不这样看的话，那黑棋是刚才这个极限手是真的意义不大。这个极限手，如果说你不打算杀他的话，那还不如回来这样子。当时的时候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脚他没活呀，他一手棋是做不活的，做不活，他还非得靠这一下才行，他这个劫。也不好打，对啊，这个极限手实在损失太大。现在白棋其实外面补一手是有价值的，不然我从这一点。对，
而且这个眼位很大，也长了，就这块其实已经活了，这个眼位底下还有一个眼，这个眼位是非常重要的，它靠这个断。走了一个急先手就把这个踢了，最后又没杀。对啊，又没杀他，就横下一条心把他杀了就完了。嗯，他白棋的次序是这样子的。嗯，白棋应该先做眼。白棋应该先问，棋是杀不掉，那属于黑棋的断计算有问题。嗯，但是白棋没问呢，黑棋应该杀，黑棋最后关头没杀，这个应该说这盘棋藏了一个，然后白棋把这个冲了，白棋做活了，再做活。嗯，好吧，咱们接着看吧。现在是白棋优势。这棋白棋不做，黑棋挣到了这个拐，他觉得、嗯、他的判断是觉得这个不杀还是走到外面比较好。嗯，当然也是要，像我觉得这两步也有点乌龟啊，但是现在也没有，正靠都来不及了、嗯。是的，是的，因为这眼位没有被人家扳死了。嗯，笨重，你要走到这儿噻。嗯，这个都活棋，走到这干什么？直接走就是了。该走啥走啥。这、嗯、白棋这块已经活成这样了，他护一个，护一个顶一个，走的好厚重的感觉。黑棋、嗯、这判断问题。嗯，他肯定觉得他肯定还觉得挺乐观的。不，这就这个小局部来说、嗯、不说那个，这个小局部黑棋还是可以的、嗯、因为白棋还真的不如，还是不如单立，你就算挡着一个，嗯，现在他走到外面这地方已经脚地了，以后搬黑棋可以挡住。就走的越多，就越发现这两步棋损的严重。损失太大了，这个就是这本来是这个样子的，那、嗯、什么时候可以跳进去的？这关就搬这两步黑棋还可以不让，还可以撑住，要不然这个有这有点死。对，这其实没几步棋，这样子不行。是这样，这地方不管你打你怎么，反正这能活一块。脚是活了，但是那边死了。在、嗯、这边有点心了。嗯，所以搬还能挡住，根本就。没哎，这个还能挡吗、嗯？这不行，这块死了，这被我一挖就行了。这只是说局部啊，嗯、全局来说，因为黑棋这一方断了一下，损失非常大。要我说，这两步交换还白棋亏一点，没必要。因为这块已经这么厚了，就走、嗯、该走别走别，或者走在路上。这个搬了场总是有一手价值，对，这地方有点，这手棋有点落空。白棋跳一个，嗯，跳进去了。嗯，跳完点三三，那个时候，这是我们那时候的时代的，就是组合拳。对对对，跳完不跳之前不能直接点三三，不跳直接点三三被搬下来飞，它能挡下来。嗯嗯。跳完就可以了。现在可能也是这样，这结论应该是一样的，搬下来接上。嗯。接上什么？然后接上。飞的时候。飞这个。这时候就不能挡了。哦。这个时候一定要有这手，没有这手挡。如果白棋被无奈要接回去就很惨，要有这个子一断，我不补，我要杀了你。哦，嗯，所以有这个跳，它是解决了黑棋挡下来逼你补回去的问题。所以这白棋这棋点完了，于老师他能直接爬吗？直接爬，局部不便宜。哦，不便宜。不便宜，但是只能说局部啊。你要全局获得不行的时候，你灭他眼啊。是。就是他退，然后再你再搬粘。你再接这个，对不对？对对对。这样的话，这个局部效率来说，这两个是损了。你当然单飞它不能挡好啊，最高效率是这样。哦。但是呢，你有些场合你是、哦、就是说我要灭了他的眼，我外面厚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全掌握的时候，我就不愿意你拐这个的时候，场、这个爬在我眼里是场合手段。哦，是这样的。我的概念里面是点完了，好像大部分时候是不是？只有个别情况，你就是说他爬你不能行的时候，你最后委屈只能挡这个，也有这种场合，哦、这种场合是比较少的。对对对。嗯、所以正常见到都是走了搬这个。嗯，要有个。现在应该也这个条件应该不成熟。他是搬的。这个应该俩大佬，这个还是跟我的意见。我觉得这种地方肯定很熟。啊，这个很明白，就像我跟家里的道理是我们这个还是像我这和聂老师这些小林观音他们这些共同语言是有的。啊，这早年都是很清楚的。现在条件这个不成熟。哦。嗯。正常黑棋应该不会搬。对，是拐的。拐了算了。然后白棋虎一个。这里面就是难题，就是选择的时候要不要在这个打路之前，要不先尖一下。哦。这个是一个难题。如果尖到你再点三三，我就便宜了。再挡的话，他只能尖回去了。对对、啊、如果这俩交换，就等于这弯了一个，他就等于弯的时候，这其实是尖得到的，在打路这个、但缺点呢，尖弯人家就不走了，
你没有这个球，他从外面走了，这个或者这个从外面走，这个时候你想守的时候，嗯，你这俩就亏了，你不能单挑啊。哎，所以这里面你要不要走这一下，你就纠结很久。哎，纠结。你如果特别担心人家点三三，那你可能先走，应该先走掉，不怕人家从外面走。嗯、但是你接完人家从外面走的时候，你防守就没有好心了。哦、他反正选择了这个，这些我相信他们，小林官心里应该是知道的，有心里有杆秤，觉得接完不便宜。查，嗯，再走一个正常。这棋看上去，如果这么下，还要进入官子了。对啊，好像还是慢慢收的局面、嗯、哦。拆二，然后上面飞一个。现在形势呢，看上去是白棋好一点。对。但是因为这个赛制的问题啊，像现在是白棋八十左右，嗯，但这些出路我认为都非常小。我也觉得是，嗯、就看后半盘功夫，是的，那一下，嗯，现在跟同步了吗？还没有吧？现在几点了？看下多长时间了？现在1:40。1:40，两个老今天算慢的。啊、哦，1:40已经下了1小时40分钟了。他们是从12点开始下的。12点下的话，哦、也就是再有20分钟，双方都进入读秒了。哦，差不多，反正。这个读秒我给大家介绍，我因为我下过知道，只有一次的。虽然时间有点长，是一分钟啊。只有一次，它不能超过。哎，一次都不能超过了。对，一次都不能超过。所以我，这是一个比较。我这个经验啊、就是很多胜负，你只要没有那种拉开那种差距啊。嗯，经常在读秒的时候定胜负。对，你像这个就是读秒，那非常关键。那个你1、2、3、4、5、6、7、8，我们那时候手一抖就差别很大的，前面什么境界都没多大关系了。是，是的，是的，嗯，这还是得练这读秒功夫，嗯、就老是得在那操练。这时候读秒声听多了会好一些。年纪也差不多，看谁棋熟练一点。是是是，跟年轻人下可能就基本上你什么形式都不行。没错。嗯，只要没拉开差距就。但是我看曹勋学那天就比他们俩小一岁。嗯。到后半盘还是绷得好紧，就那天第一回、嗯、跟常浩那盘棋，那看着绷得好紧。你应该向他取取经，他平时是不是在家有时候下不好？我觉得他应该是要练的，练不练恐怕是没有那么。我不练，我觉得这一岁没那么大差距。对，但确实年龄是有关系的。是的，嗯，靠正常的扳。他顶了一个。啊，顶了怎么干嘛、嗯？这盘外面好像都很厚，没什么意思了。对，顶了再搬粘。是啊，我觉得很神奇，这次去看着。这顶了搬粘，没什么单搬粘。他是觉得这样吗？这爆掉那有什么关系？爆掉是吧？嗯，或者这下打他盘粘翻起来，这打这个我觉得也打得着啊，翻起来，除非直接跳进去，不然提完一跳啊，这个我算不清，有可能我不见得对，他打完直接进去。有可能，气我也算不清，直接进去，嗯，不直接进，接上我跳这个没多大关系，然后就算打这个，那他急打的时候，或者这时候再顶这个也，他的长进来了，那有可能，那要长的，我觉得是，那就长进来，我这也这个，嗯，这样，这说不好再拐出来，嗯，咱这就乱了，哎，这就乱了，但我这个顶完再搬粘。对，这首先呢，顶呢正常是要断的。对。但这盘棋对顶了，我相信段他们两个跟我一样是有感觉的。嗯。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不这盘棋已经不是进攻的问题。对，是的。大家就比目的问题、嗯、都很厚，这个野都已经到这儿了。是的，是的。对吧？双方黑白棋也到这儿了，你这对杀，这双方肯定没有死活的问题。你干杀谁呢？就没有什么好杀，就比目。那么刚才直接走，因为这步棋毕竟不是目上，所以想直接走到这儿、嗯。所以顶大米是顶完搬粘，我不知道防什么东西。而且这个位置下完以后，将来脚上反而长了长期。我看看这看着是不是还要为他收一下之类的。哎，哦，我这 AI 跟我感觉一样，就好像掉了很多点，掉二十个点。嗯，这个子的效率在这个子的效率实在是有点吓人。顶了半张，现在真的是半斤八两了，黑棋43了。嗯，43呢，差了20个点。他本来是他给的变化，不是他觉得就是反正顶一下就脱先了，赶紧走这个，
就把它的空给压缩一下。顶了半张连续就两个房子一起就是，好像顶争个先手就算了，不过顶完争先手，这脚好像看着也这样。反正就这样吧，他没走。98.99。现在按照决议的说法，应该是把这块围上是吧？以地优先，对，主要是围空嘛。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攻杀的地方。最大的地方是这一块了，没有别的了。但是小宁观一，我这可以理解，为什么呢？既然聂老师挤的这个了，正常要我的心里啊，我只要补的比你这个字有面子就可以了，就够了，对吧？这种心态吧。但是不会想到这 AI 说是。我不理你断也没用啊，我反正都做活，我把这块最后给围了，这个确实有点凶，不确实这是最大的一手棋，我也觉得最后的大仗断趁活就行了。这块是铁活的，你顶多加进来断，我就分开活嘛，没错，就活棋就完了，反正他现在已经多了一个压了，那做活更不成问题了。看看最后我当小林关于补一个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他就补了。哎呦，这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心态啊就是一个哎，我他觉得我已经可以了，我有赚了嘛，我已经可以了。你急跟我这个交换，我有赚，但一赚了是不是胜负关键，他就不知道。这心态是这样，他也错过一个机会啊，这时候应该围住这一块。那看聂老师有没有抓住机会，把这个。他果然下了这个飞，哎，这个飞很大呀。啊，最后一个空的地方。对，是的。还是积极的，那应该这白棋又回来，起码白棋又上70了。虽然从80到70，现在已经80了。走几步，白棋又回到80了。80，也就是你这个挤一下小意思，这个空是关键。对，关键在于木的问题。到了后半盘了，别的都不重要了。反正棋没有死活问题，对吧？也就是实际上，咱们从 AI 的胜率来说，也不要重新点目了。黑棋没有围住这一块，基本上空是难以够的。看来，刚才。趁着这个先手的机会把这块围上，是好胜负。对，是的。这块棋呢是这样，就是说你觉得这木回头不一加，还里面都是漏着的。对。所以我再后也没用，这块已经真的做研究的话，真的这块死活我觉得也这故事会一样的不太可能了。我们继续看，那小林观一只好冲击他这块打，敢跑了，不能跑啊。这不能跑。那搞啥呀，这么打了这。刷出去那真的杀这块啊，看来最后就是要弄这块，不，这个没交换到有关系啊，起码我围的时候你要花一手的话就不一样了，得回一个，有没有机会这地方点了几着先手哦，如果这加不进来，这个再攻这个打了攻了先手的话，就有可能差一手棋，点一个的话白棋这个正手是应该硬在哪儿的呀，我都不太会这是很考验的一件事情，他肯挡吗？挡就将来有棋，走这个马上挤先手了。但这一般你可以用这头夹。对。尖呢？尖呢？圆这个。说好。不知道。不太会，那是有可能圆这个，圆这个这样好一点。但是这样的话，已经等于说他已经挤着了，挤不能。机会脱缰。那另一个搬一个就是。那再杀棋啊，再杀什么也不怕啊，那你立那应该能杀，先立这个，先立这个，先别先立这个，总是放先立才安全一点，这个挤是这个挤和尖意思一样，对对对，总之这地方或者点这个你可以唬这个，这是个，其实到后半盘这种胜负地方很关键。对，很重要。假如说真的获得了这个挤先手，你加我要立下来，加不进去了。假如加不进去，最攻你这个又没猴到，那这光这一个地方出路就有胜负。当然白棋黑棋这地方还得补，这要守不住被跳下来盯不住。看看黑棋。白棋他下的这个。哇，这欺负他。那黑棋靠断啥意思啊，啥也没走到。那就是说再顶着一下我就不用补了呗。那还补什么呀，那这个黑棋也只能打，那这没啥办法。哇，这下得很紧啊，立刻就加进啊，加别的机会。我们刚才就说这个地方黑棋能不能利用脚上的，就现在再问来不及了。对啊，那肯定是走不来不及了。哎呦，这白棋，聂老师这时候下的后半盘还是蛮紧的，他还是绷得挺紧的，绷得蛮紧的。我这很不看好黑棋，黑棋怎么办？现在空就没有了，就这中央还能加到这个，这中央没多少了。这边已经给压到3路了，啊，这个子还被提了。这块棋你不可能来吃它，没有什么变化，
那黑棋好像有点黑棋难哦，这果然现在白棋的胜率已经到90多了。这个黑比这黑棋难了，这是什么？要不刚才这一下，要不你别靠的还好一点，这个被吃了一个，可能要点三三先拨一下。这个飞之前点了三三走了，然后用这个线索先攻这块，把这块围上，可能有希望，你就加不着，加我荣耀力了，打到那边。我就老在看着点三三白棋到底应该硬在哪里，这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情，怎么硬？点三三也还一怀疑他会脱先爬街上。对，这脚反正是活不了，但是气很长，就是。这是经验力量各方面都得有。这得且杀一块，但是不知道会怎么样。那这个现在白棋加到的棋越来越简单了，这独苗也不怎么怕了，感觉。就长一个。干脆把那空全破了。白棋现在90多了。是啊。这黑棋好像看不出什么地方能收出木来了，现在。没什么地方能收出木。这是哪里还能跑出木？唯一的担心的就是这下没活到。没活到。没有什么，这顶还先手。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的难度的地方。然后贴一个，把它硬一个。这地方为什么要硬一个？他先走了这个，他靠这个贴住，他退了就算了。他靠这个大概是，有可能。安全，安全运转是吧？黑棋忍不住了。他有这个绝对位置以后，搬了打的也是。很厉害，这步棋。走不到，这就话一说，也就是说，所以说围棋上这种没走到差别挺大的。对，起码就是他原来是这颗子在这了，现在这颗子在这。对，他至少说他跳完了，他比如说围到这儿，那你就差已经差很多了。这颗子没在这嘛，这是后手一，对啊，后手两目，现在这子搁在外面。就这个区别，这胜率有变化吗？再跳了一下，还是白棋90多了。这个黑棋外面这么交换到一下也不行啊。对，而且好像越来越高了，白棋的胜率。搬出来了，这种后面越来越高啊，并不是说棋上下的好或者什么的，就是已经越来越接近终点，犯错误的概率越来越少。是的，他从也可能每一步棋都降一个点。现在98.9，但这里面呢还有一种格局，就是有时候只差一两目棋细棋的话，他的胜率也会差很多。有时候就这我这，因为 AI 只会给那个胜率，他不知道差多少。他就不知道差多少，所以这是我们讲棋说这个有麻烦的。有时候一步棋，我记得我讲棋有过一盘，就微妙的损了1/4目，胜率啊一下从一方的80%跌到20%，也就是1/4目。1/4目，他这1/4目就后来影响到他最后的时候，有一方收最后一目就差一目棋，实际上就是差这一目棋，谁会收最后一目的问题，因为你有1/4收不到了嘛。结果就从自己本来80%-90%的，跌到20%，差这么多啊，差60个点。哎呦，这差的真的很多。但一般我的经验，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就棋局还那么大的时候，如果90%的话，其实不差一两目，应该要差3-4目、4-5目的样子。它这种概率更大一些吧。所以说，我们看到这儿来说，有观众棋迷们或者可能朋友们可能更关心胜负的话，应该说这棋。大概率事件是白棋要好不少，对，应该是白棋好挺多的，而且白棋我感觉不太容易犯错误在这一代。错误的概率吧，现在我没讲犯错误的概率啊，是讲我到底如果领先一两目的80%，你是有可能输的。是的，但是你如果领先目数稍微多一点的，那就没什么问题了。白棋点刺一下，我们只能看胜率变化以后，这能拐进来，拐一个，还挡不住。对，就挡不住也得挡啊，挡它可以先断。不挡怎么办呢？这挡有一单断，单断往这边推，次序的下好，但还是冲没问题，打了把五个顶死了。对，没问题，这样挺好，没问题。单冲就那就这个舒服了，走完底下还有白棋有木？好奇怪，反正感觉不太对。他是走的。聂老师感觉越战越勇了嘛，搬一个，对，还是跳，
啊，这都是做思想工作，然后再搬。哇，这个跳也，那跳跳再搬这个，保证再搬一个，把这两幕抠掉。啊，这地方差两幕。把这两幕抠掉。这个而且比较安全，所以它活到这儿，将来这个墓还得补。这个这边搬就被挡住了，完了里面还得补墓。因为未来味道还很不好，所以走到这已经确保这边两墓了，这边应该不会亏。在这边还是老问题，冲加。他没有冲，他先煎了一下。这个煎是对的，靠不下去。然后靠这个。这个靠不下去，靠也被顶断。甚至刚才我看就是冲断这个是先手。这种情况下，这个你如果打吃这个，这有一点。对。就是这种情况下，靠仍然不成立，他有顶断。所以就没有必要走了，就煎一个算了。没有靠的可能性，没有靠的可能性，煎了靠一个算了。就这样吧。这个聂老后半盘是基本功挺扎实的，对啊，然后底下搬了一盘，老师在操练，最后这一冲，收的很好啊。这个好不好？那还能断一下，没意思，算了。他接上了，可以考虑再断他一下，再考他一下是吧？如果说这个时候白棋断一下，安宇老师说他大概。这叫吃亏。尝这个？不会吧？有可能，有可能。很悲愤的尝这个。他走的，你在冲，这出路不知道，中间也很厚了。这个木数要紧，虽然能冲进来，不一定能成立啊。这块活冲倒是能冲进来，但你还得转换算。对对对。接上去。接上吧。就算人家拐这个，你也靠得住一点，我觉得。这虎掉可能要虎这个了，虎这个好大呀！不是、这个、你不虎没关系的呀，虎你要打你只能接上，它一断，这一下就麻了。必须把这边也做出来，不然这一下没关系。你他挤这个时候你可以接上，或者脱先他走不到那一。所以虎跟那个是可能一致的，是相关联的。虎完了就打算虎这个、是吧？因为这虎跟黑棋走到比差一目棋，他说先把这一目棋捞掉以后再把这个走，次序井然呀，差的。那肯定要立了。好大呀、感觉。这手本身是八目。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本身九目，再加上这边双方出路十几目。剩下也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或者。是的，他就是加了一个。加一个。如果大家都正常的话，没有什么好复，该谁赢谁。对啊，我觉得好像就已经差不多了，这几就不知道是加了一个，这两个还没下。无所谓，还有一个大的就打吧，这个没什么关系啊。那时候五目别忘了，一起粘上，冲。后半盘的功夫双方都很深呐。对呀、基本上都没什么出入，没什么出入吧，感觉都下的挺好的。正常就是应该胜率越来越低，黑棋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靠近线，最后的收盘。聂老师别忘记那手五目就行了。白棋现在可以搬吗？加了一个。啊，那逆手五目还不错。哪个逆手五目？刚才这个说哦，这个搬。这个班他不走，原因怕人家打住打劫，要不觉得自己优势力大，他不愿意。那如果人家能打住的话，你就只有那时候，只有那时候三目了嘛，再立一个吧，这立还是要立的。这现在显示白棋已经99.5%了，黑棋下了什么？白棋99了，对啊，那就没有什么胜势。他是把这个冲了，然后哇，黑棋补还只能做个眼补。对，小林光一怎么那么怂啊？这棋不立下去补的，挤掉。白棋是自己先接上的，黑棋立下了，他不敢搬。哇，那么有意思。那聂老师下的好啊。对啊，聂老师好，这官子看起来滴水不漏啊。不是，这黑棋是无论如何得立下去吧？他居然补在这儿，补在这儿，他搬这个，他是要打住的，打劫，他有可能给他帮助。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子又比那个好，这无论如何得立下去吧？以后有可能会差两目棋啊。这应该立下去，立下去，
只有一种可能性是亏的。嗯，而且亏的可能性很小，你必须外面加，这应该利益可有可能差两目。对，他实战他好软感觉，然后白棋把这个打拔掉了，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已经没什么胜负了吧这棋。嗯，反正下到这儿的时候，他们还收了一堆，现在目前为止结果还没有出来，然后显示胜率是白棋已经99.9%了。嗯。反正我们虽然没有具体点目，但基本上我觉得白棋是输不出去了。嗯、对，这盘应该说，胜负地方只有两个地方，都是小林观一环了。一个对，一个是这个长。嗯，当时因为没有问，这地方其实算一下收不了几棋、嗯，他应该把它吃了。对、嗯，因为这地方可以生成攻气，直接收死他的。啊、哦，是的。收不了几棋，他应该当时有一种怕人家收棋吃的那个危险。对，这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该抢一手、哦、已经没什么我半天打这块围上啊、这是第二个机会。是的是的。之后就白棋下的滴水不漏，是就一点机会都没有。没错、嗯、然后感觉聂老师还是后半盘功力深厚、嗯、哦、嗯、也发挥得很出色。应该说看这盘我的感想啊，嗯，看时代还是不一样。是。我回想1984年的85年的时候、第一届擂台赛的时候，嗯，那时候的小林光一跟聂老之间、聂老师之间啊、嗯、那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那个一种就是说后劲的往前冲锋的那种感觉，对对，向他冲击，向他冲刺感觉、嗯、现在呢是应该说最起码是旗鼓相当，两位那个好胜负、嗯、从这边看我还聂老师显得啊显得聂老师更加那什么一点。是的是的。嗯、那我们基本上可以宣布这盘棋聂老师已经获得胜利了、嗯、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就是常浩对阵倚天机器的对局。好，一会儿见。